条件。你讲这句话，我来开口讲话。当然的啊。好，既然是安尼要结成夫妻，如果我若开口讲话，你就要跟我结成阿母。是啊，我无改变。好，啊，你来叫看看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叫看卖呀。叫娃娃，叫娃娃，我现主是要介后金钱结成夫妻，你都开口讲话。开口啊。有吧？啊，你唔着开口讲话。嘿，啊，你唔着开口讲话。我变啦，一来电话我就袂开口。算讲咱即马吼，咱两个还阁还无迄个缘分通去做阿母，啊，你请阿母也无缘。哎哎，金贤啊，金贤，放屁，金贤，叫话有气啊，金贤，小等我，金贤啊。他家叫娃娃，你开口，你开口，你赶紧开口啊！哎，我免要气死我啊！想会到，拄着我进来，就是敖金贤，伊送我这个定情信物，叫娃娃。哎，若无开口讲话，我就袂当甲伊结成夫妻。啊，叫娃娃，叫娃娃，你敢知影我的心意呀？啊！